慧禅，三敬仁恩，敬天地父母良师恩，敬社会大众朋友恩，敬视我为敌对手恩，妈祖慈悲。妈祖慈悲，大家好。本周义德妈祖是给我们的智慧禅仪式，三敬仁恩。我们都知道妈祖的精神教义着重在慈悲跟感恩啊，这是义德妈祖一再教育我们。那妈祖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慈悲，大慈大悲，帮诶啊众生离苦诶得乐。另外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孝顺啊，要感恩所有的人。那今天妈祖给我们的禅理就是在提醒我们要三敬啊。那三敬呢，仁恩，在人世间呢，我们做人一定要知道感谢报恩。那第一个就是敬天地父母良师恩。那故呢，从小在北港长大，我们就知道妈祖的教义呢，就透过敬教，敬教就是环境，所以我们到朝天宫去，妈祖在敬教都在教我们敬天地父母良师恩。怎么说呢？各位去到北港朝天宫，第一个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拜三观大帝。到了三观大帝殿的时候呢，老人家都说你不要直接朝着三观大帝就拜，要面朝天拜天公，感谢天公，再拜三观大帝。那三观大帝呢，有天官，有地官，有水官，有水官。所以第一个叫拜天，然后我们也会拜土地公、敬子公，就在拜地，那就是要敬天地，敬天地。我们知道要孝顺，还有二十四孝的那一种那个教义敬教啊，在进到呢我们的三川殿那个窗户啊，明窗就有十二孝的那种故事啊，石雕那明窗啊，提醒我们孝，还有孝祖丁，然后我们有圣父母殿，都是要告诉我们要感恩父母恩。然后良师呢，所有的妈祖庙一定有观音殿，因为妈祖是信奉观音。那信奉观音就是谁观音？观音就是他的良师，跟观音学习敬天地父母良师恩，良师恩。社会所有的大众，所有的朋友，哎，是我们必须感恩。妈祖都透过活动来告诉我们要感恩这个社会，感恩社会所有的个群众，还有朋友。我们呢，妈祖信仰呢，就会有进香的文化。所以各位有参加白沙屯的进香，啊，大甲的绕境，那北港的这种绕境的活动，就会感受得到，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在进香当中，啊，很多人来协助我们，来帮忙我们，啊，那我们要懂得就感恩呐，感恩呐，所以我们拿那个饮料给人家，我们也跟人家谢谢感恩。拿到饮料拿到的人呢，香客也会跟我们感恩。那妈祖的教义都是感恩，每个人啊都要当师吃一碗饭，啊，知道这个饭粒呢来之不易。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上课我都会穿西装打领带。我都会摸摸的领带，就告诉所有与会的我的朋友，我就问他们这个领带是怎么来的。第一个，我要感谢我的太太买来送给我。那我还要感恩什么？那帮我太太介绍的那个店员，那个贩卖这个领带的那个销售员，来帮他服务介绍，然后帮我太太在挑，
然后他帮他介绍，说来感谢他。那因为什么有这个领带摆在那边，哎，人家推荐呢，那一定有老板去投资，对不对？来进货就还感谢卖领带的那个老板，背后敢冒险投资，对不对？啊，来投资，要谢谢他在那边卖领带，开个店。当然还要谢谢物流，那领带要不可能是从那个店都莫名其妙就跑出来的，一定有送过来的，要感谢送货的人。那送货的人呢，搬箱的或者开车的这些先生，我们真的要谢谢他。但后面还要感谢工厂那些缝制这个领带的人。那缝制领带呢，啊，制作这个领带的人后面还有什么啊？去种棉花的人，织布的人，你看看把它上游再推，有多少人参与才有这一条领带。所以我们有条领带可以带，我们要感谢多少个人，多少个人，还有这个国家社会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人在人世间看到所有人都要说一声真的是谢谢感恩。所以马祖说我们一天哦，至少要讲30次的谢谢。我们坐车上车要说谢谢司机帮我送到哪里，我要到哪里。下次要说谢谢司机，对不对？我说我坐个计程车至少说4次，上车讲一次，啊，跟他讲完我要到哪里去要说谢谢，啊，下车说哎我到哪里到了，啊，谢谢你，啊，关门以后还在外面跟他说谢谢。所以马祖在提醒我们马祖信徒一定要懂感恩，感恩这个社会大众，还有所有人的朋友。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朋友来帮助国民增长我们的知识，谢谢，真的是谢谢。所以顾问在讲课最后一定是感恩谢谢大家，谢谢。那最后呢，马祖在提醒我们三敬，最后还有一个敬，啊，去尊敬，啊，感恩把我们当作敌人的对手。因为我们一生当中都在竞争，从小人考试要竞争，对不对？那因为考试要竞争，我们就很努力的去读书，然后出社会呢，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有竞争，要有人把我们当作敌手来对待我们，甚至于有人还恶意的来打击我们。那我们的一生当中就带着好几次的一种业力，难免有冤亲债主，所以我们会有挫折，会有阻碍，也有一些诽谤。可是在种种的这些逆境都在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对于把我们视为敌手的这些人，我们也要感恩。所以我们的眼睛没有敌人，都是呢我们的恩人。马祖在提醒全天下没有我们不能感恩的人，全天下没有我们不能爱的人。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马祖信徒的慈悲心一定要有。可是呢，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人来责难我们，来敌视我们，诽谤我们，我们要说一声谢谢，因为有你我成长得更快，成长得更快，我们更不会骄傲，我们更能忍耐接受挑战，那种勇气，我们受挫折以后不会丧气，我们继续会努力。这些都是那些视我们为敌人的对手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说谢谢感恩。所以马祖今天三敬人恩，我们做人啊，在这世界上有三个我们一定要感恩：天地父母、良师我们的长辈，我们都要感恩。我们在人世间不管任何人，这个社会所有的大众，所有的朋友，哎，是我们必须感恩，所以我们都要说谢谢。那我们的 partner 伙伴，我们的伴侣，就是我们的先生或者太太，看到了我们一定要说一声谢谢。包括小孩子，我们一定要说谢谢他，因为他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生命，什么叫成长，
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幸福。哎，因为他们，那我们让我们尝受到所谓的忧虑，那克服忧虑，那个勇气过后的那种喜悦，这个都是人家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说一个感恩，谢谢。那以上呢是顾问对于本周这一次呢义德马祖给我们的诸位禅女个人的一种感触心得分享，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妈祖慈悲。